形势先于蛮力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吧，剑圣，杀一把，下班了。来呀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剑圣一字方比皎月猛多了。那你这个怎么搞得这么被动呢？嗯，全军出击，现在再打就晚了。我们开始吧。你不会无视我吧，兄弟？嗨，人生有梦，各自精彩。你又回来了，你先回来的有点晚了呀，是我误会你了吗？哎操，崇文直被拉完了，这还不如不回来的，他这等于没帮，甚至帮倒忙。哎，难受啊难受，直接二级抓上吧。救到他了，只要 A 到这剑姬他就死了。这边先插个眼打哈嘛，皎月应该再打 F6， 快打完了。如果打完这蛤蟆他还没过来，就是偷我们野了。哎呀，你懂啊，小伙子，这视野没卡到他。他有野吗？这个地方他一般是看不到我的，他不特意走过来，他是看不到我的。南下有点僵硬，打个闪现吧。这不是僵硬了，这感觉有点睿智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这皎月那个点会在那边，他石油轮应该是没打完的，他有可能要偷野了。这是很多打线上的一个通病，你上的时候满血他不会想着跟你配合，等你打的差不多低于半血他又会想着杀对面，但这个时候呢往往对面已经跑了，所以他这时候跟技能又跟慢了。看右边一点，他想一穿墙。你看我都没有站他直线的，这样就不会让他回塔下。下路没血，泰坦有闪现，这不可以勾一下，来个钩子。形势先于蛮力，别插眼 Q 他。先 A 兵，三个双刀，你跟他换了无所谓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啊，救不了了，兄弟，你走吧，别管我了，快跑！他怎么五级了？这个皎月好像救不下来了。把破败买了，等级有点辣了，其他还好。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
没关系，这个剑上打皎月少点等级也没无碍的。他六级打不过我们五级，待会儿没事。泰坦尼是个好人，他这一切的努力都是有回报的啊！我将带他走向胜利。哎，其实可以买个羊刀的，2600，早说嘛！能出大剑，肯定是出大剑更厉害。皎月的大招对于剑上来讲作用蛮低的。上面却没野吃了，给他去吧。我们 Q 能躲 W 减伤也可以。我们开始吧。上面却没野吃，这皎月在哪？再不来。做多大？哎，做多技能开一，细不细？直接勾引他，看让他看到龙在打我，而且并且我血量不是满的，这样的话他有推推棒子，他以为他打得过我，没用的，全都是细节。但实际上那个龙我都打到残血了，并且我手里捏着双刀 W 回着血开着减伤，他打我又不掉血，我还在回血，最后一个惩戒把龙收了再回一口血，直接回满。全是细节，没意思，怎么把人往我这个方向拉？看我来，他不敢杀，叫羊叫。哎呀，真有意思！这皎月在下，皎月知道我在上面去，他直接镜像刷也避开我们了。可以，这波好勾引，拉的好啊，奥恩！开局我就看出来了，这奥恩会玩的。从他那波回头我就看出来了，老奥恩了。在我内心延续。
九儿要往哪来啊？这大伟先攒个双刀来。哀砖交鱼捡了谁？哎呦，他不过来呀、啊！他开的扫描，他知道我在。这个人有点保守啊。形势先于蛮力。寻宝吃饭。没有爱转角了吗？这玩意没版权了，应该是有的，不在这歌单里面。下路满层皮，你去前面探探路，开个路。满层皮啊，还有两分钟应该吃得完。看你是不懂哦，你是不懂剑圣的伤害呀、啊。我的 E 进入 CD 了，我操！哎，没有 E 没给他杀了，有 E 他死了。高原血统结束了，只能说这波运气不是很好啊。没事，给对面小送一下，免得他们投降。来个铁板骑。有意在跟他全杀完了，我都没想到龙打完他还过来干嘛？他是有视野看到我甩意了是吗？哎，商鞅可以相信一下。大招。
剑圣开野刷野要不要开一直有争议，有个屁的争议啊！你觉得打不起来你就开前期刷野一定要开一的，这有啥争议啊？以前有争议是因为你开一的时候一结束的话他就不给你加攻击力了，现在一在 CD 又不会扣你攻击力。你说的那是老剑圣了，没大子不？这不应该有人会过来的，那是因为他以前你只要一进 CD 你的攻击力就没了，所以你有时候开一刷野反而不好，他会减少你的攻击力，会降低你的刷野频率，而且你打架的时候会导致你没有E打不过对面。有点尴尬，他这个助攻吃到没有？有点尴尬，来个远程改造吧。还不如算我的错，现在其实挺好杀剑姬的，他那个 W 没用。对面这把只有锤石克我们，这锤子不在，感觉我可以四杀。我一念三穿皎月，写点魔抗吧，真这个尊重一下对手，来个聪明刀。对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输出，我看能不能赶上对面的红 buff， 马上刷了。这个吃到的话，感觉这波有了。只要锤石不在，我可以一 v 四这会儿。锤石解决掉了，那你死了。这角色跟个玩具一样。他装备也不差的，快三大件了。这鸡呢？这鸡跑哪去了？哦，鸡在这呀。我们 E 还有，不要控我，控，坐，来，看吧，一扫一下，来，护钩子，站先锋后面。出钩子，终于出了，等你很久了。小美女，别走啊，来玩呀！这锤石好能憋呀，这都不出钩子，最后一刻才出的。
哎，还有一个蓝，再刷一下。他三大进了，我也三大进。这皎月要打剑圣的话，一定要出金身，金身拖他大时间才好打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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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两点了。这没点关注记得点一下吧，荧光版没送可以送了。还打不打呢？主要这个点电费有点贵了呀，兄弟们。左边拉满，好吧。